韩国民族舞蹈访问团是今天傍晚飞到台北的，他们今天晚上接受了文化局长王红军的晚宴款待。这个民族访问团一共有22位女团员，他们在访华期间将要做闹剧的演出，同时将要在29号在台北市公演一场。王局长今天在晚宴上致辞的时候强调，韩国民族舞蹈访问团的来华访问对于促进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预祝他们在台北演出成功。